之流，引导像你这样的被召唤者到达艾琳世界。在前往艾琳之前，可以告诉我你的名字吗？降临人世之前就开始反抗宿命的战士，人
将他们称之为失踪的三勇士，他们踏上的是救赎之路，迎来的却是失败的结局和残酷的命运。现在，女神的救赎，去吧，米莱西安，去艾琳，开始你的冒险吧。或许这并不是因为我选择了你，也许是你选择了我。非常感谢你能来到艾琳。好激动啊，应该没事吧。
是吧？